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哈，他问你说锌、铁、镁、铅哪一个可以跟二氧化碳发生反应呢？哈，那你看哈，这四个里面只有一个镁，它的活性是比碳大，可以抢走碳里面的氧，所以只有镁这个会发生反应，可以吗？其他的它的活性都比碳还要小，不会发生反应。像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